好，亦都順利啦。有啲扭計嘅就見到係九五九五尺套啊。好啦，自勝者強亦都順利，九五尺套，六七個工作人員幫幫佢，亦都搞掂埋，剩翻線路之星。尾場嘅賽事又係時候，我交曬俾你啦，浩然。寶馬不準備妥當，尾場賽事二班千四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嗰只九五尺到相当快啊，快成过马位摆咗喺前面走啊，飞鹰翱翔轻磅都跟佢唔到啊，外边位置有线路之星啦，马佬第四位，咁啊抢咗个内栏第四，走咗上去，自胜者强主动少少啊，再后边嘅马啦，内栏中华胜景啦，中间鸿运帝王啦，粉红帽、粉红袖，外边系永远美丽望空咗啊，咁啊后边嗰六匹马啦，分别有包装、智威、欢欣、福星、佳运财啊，尾三位置系加州十大啊，尾二黄心就一。先生啦，焗住縮咗喺後面啊，係北極光啊，粉紅衫啊，好啦，咁啊轉呢個咧就係香港太學院灣啊，前面放頭噶嘛，喺嗰只線路之星啊帶住出嚟咯，跟住第二位咧就飛鷹翱翔啊，咁啊見到埋邊咧就九五尺套啦，中間上咗嚟有自勝者強，出邊有馬佬啊白衫噶，後多層中檔咧就紅運帝王，入邊紅衫咧就中華勝景啊，出邊永遠美麗衝噶啦，外邊仲有一對包裝智威同埋佳運財啊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。咁見到埋邊位置仲係線路之星啊，中間上嚟有自勝者強同埋飛鷹翱翔啊，再喺入邊仲有九五尺套啊，中檔位置有永遠美麗啦，外邊啊包裝智威啦，最出係佳運財啊，最後百零米線路之星走甩咗一個身位啊，中間位置自勝者強永遠美麗一齊上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佳運財接近終點，永遠美麗向中檔上嚟，睇嚟啱啱過到埋邊嗰只線路之星啊，咁中檔位置仲係自勝者強，出邊係佳運財啊。雖然就打比失落咗，咁但係落返嚟二班跑千四，中師大幅縮情都能夠終點前超越對手，係永遠美麗贏啊！跑第二名線路之星喺埋邊，第三自勝者強，外邊呢係佳運財啊！四號嘅永遠美麗啊，啱啱追到咋咁啊，終點前啊，潘頓咁啊食埋個尾壺啦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就係三號線路之星蘇兆輝，賽後另一隻八號嘅自勝者強跑第三啦，第四名咧七號嘅佳運財啊！爭啲以為線路之星啊到啊，係咯，哇！如果嗰日到六寶獎就爭好遠咯，係咯。而家熱門收尾，係啦。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四號啦，永遠美麗，獨贏派二十二個半，位置派十一個半。咁啊，跑第二名就三號線路之星啦，位置都派一百三十二個半啊。跑第三名咧，八號自勝者強，位置派十八蚊，連贏位三搭四派五百八十八個半。二重彩四號、三號順序派九百八十蚊，三重彩四號、三號、八號順序派七千一百四十八蚊，單貼派一千三百零三蚊，位置 K 三搭四派二百零一蚊，四搭八。派二十四个半，三搭八派五百零五个半，跑第四名就系七号嘅佳运财。翻张相啊，永远美丽啊，咁啊，终点前咧就冲咗上嚟，都系短码头嘅啫，线路之星啊，六十二倍啊，临尾仲系。
真係咁冷啊，係嘛？三揀一預嘅派彩啦，勝出係 A 一隔夜熱門嘅派$15。潘頓啊，贏埋呢只係咪可以好開心咁去公佈咧？阿 K， 你聽到未啊？好啦，睇下騎師黃宇嘅賽果，騎師編號1號嘅潘頓咧就44分封王。未收到啊，應該睇下。未收到消息啊？係啦，可能開心嘅消息咧。係。跟住睇下練馬師王啦，就係練馬師編號3號嘅告東尼啦，就今日40分封王嘅，係咪賽後而家講啊？我就係等緊。是不是開幾招那些現在很興的嘛？咁誇張啊！一哥哦，今天都有份贏場國際級賽啊，潘頓。馬主就等到尾場才贏翻場啊，很多位置咁啊。真係跑完打比馬，繼續都係跑得好啊！之後，嗯，呢場一對都跑得好啦，自勝者強，永遠美麗。奧運帝王啊，出唔到嚟啦，喺度封一封啊，咁啊，自己撞自己啊！啊，臨尾係北極光落飛喎，即係佢都好多嘅條件比較難度高啦，今次啊，係啊，始終出個問題啊，停過啊，咁係啦。可能只三啊，真系冇飛住。睇下四連環預計派彩啦，3號、4號、7號、8號派2224。四重彩預計派彩4號、3號、8號、7號，順序就派44138。好啦，睇埋尾場嘅巡邏影片啦。起步見到九五尺套咧，就少少失咗啲平衡嘅，一先生就慢啦。咁啊，另外外檔嘅北極光咧都係留住跑啦。前邊就見到走翻順咧，九五尺套就順勢上前放頭嘅，線路知識亦都慢慢埋緊嚟啦。中間就飛鷹翱翔嘅步速咧，就第二段都撳得較慢嘅，都慢咗接近半秒啦。咁啊，去到彎位嗰段啊，加翻快啲。中間就幾隻賽漢嘅馬啦，紅運帝王外邊就永遠美麗，中間藍白格仔色衫咧就自勝者強。红衫红帽中华盛景啦，尾五位置咧就包装智慧，后面就佳运财都追近啦，欢欣福星就拍住佢，加州十大一先生北极光就包尾。补充呢个一抌慢咧，咁啊变咗好彩，自胜者强拱咗马路出嚟，又俾咗少少遮挡，只永远美丽。如果唔系永远美丽，三跌望空嘅全程。咁啊有啲 cover 啦呢度，隔篱就红运帝王。红运帝王想出噶呢度，睇下潘顿唔俾啊呢个位。揞翻你入埋去咁啊，爭咗一輪，一路壓住你先，唔好夠啊！所以紅運帝王冇位啦，呢度車咗啦。包裝智慧係擁一擁啫，佢有追嘅，不過就又唔算好勁啊。擋重啊，可能係啦，同埋千四啦。我成日都覺得而家好似一里好啲啊，包裝智慧馬路又好差喎，翻到嚟。好啦，尾場都福邦完北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三搭四派201，四搭八派24.5，三搭八派505.5。組合獨贏三揀一啦，勝出都係 A 一啦，隔夜熱門嘅派$15。二重彩啦，四号、三号顺序派980。四连环三号、四号、七号、八号派2224。
四重彩四号、三号、八号、七号顺序派44,138元。孖宝派彩啦，头关四号尾关四号派385.5元，头关四号尾关三号咧派1,517元啊。第五号孖天嘅头关三号、四号、五号尾关就三号、四号、八号啦，派132,738元。第二口三寶啦，正獎係派709元嘅，安慰獎就好分啲啊，派3,310元。今日嘅六環彩啦，比較熱啦，派919元。六寶獎都皆大歡喜啊！六寶獎就派5,974元嘅。騎師王最後賽過啦，騎師編號一號嘅潘頓啦，今日44分順利封王嘅。連馬師王最後賽過啦，連馬師編號三號嘅告東尼啊，今日以40分封王啦。登段時間頭段13秒28，第二段22秒42，第三段22秒71，末段23秒03，總時間係1分21秒44，接近標準時間嘅。咁啊，睇埋今日咧10場頭馬嘅資料啦。咁啊，三項大賽都名花有主啦。咁啊，第五場嘅主席卷途獎就金川貴人啦、文家良潘頓啦。第七場富衛保險冠軍一理賽就金槍60啊，3.8啦，呂健威何澤瑤啦。咁啊，女王杯就係浪漫勇士啊，沈澤成同埋麥道朗啊。咁啊，沈澤成咧同浪漫勇士都再贏多次呢一個女王杯嘅喎。咁啊，嚟緊星期三翻跑馬地馬場啦。咁啊，9場賽事啊。咁啊，頭場就6:45開跑。今日直播時間差唔多，多謝各位收睇啦。咁啊，星期三再同大家賽馬直擊。拜拜。